握头部，一边旋转手臂，一边旋转手腕，可帮助肩膀、颈部及上背部调整位置，并疏解压力及张力。三点坐头颈运动，如旋转头部、看左看右等简单的动作。四点使用阿司匹林可帮助消炎止痛。五点让手肘高于肩膀，以桌面支撑手肘，或将手靠在椅爬上，是让手获得休息的好方法。六点将手连续握放，并伸直手指再弯曲，反复练习，有助疏解疼痛。七点睡眠时避免手臂下垂点。八点使用护腕夹板，让手腕保持伸直，可减轻手腕痛楚。最好选购有棉、扣带和金属色片的护腕，可提供支持作用又不使手僵直。记得要露出手指。九点用绷带包裹手腕时不要太紧，以免防止血液循环。十点使用工具时不要将压力集中于手腕肌部，尽量使用手肘及肩膀。十一点维他命 B6